6:20了啊，起床了。今天是老妈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，老妈。来，我还有钱呢。衣裳也，衣裳说也多的是，没地儿搁，什么吃的也都有呢，啥都有。吉祥话的，谢谢。金银首饰你也不需要，你也不爱戴。吉祥话，拿着吧。什么也没有钱那个。实惠。生日快乐，老妈，健康长寿啊！我给您去煮长寿面啊！好嘞，拿着。这俩大个儿，两个大宝贝儿，长大了。现在看他们一下，跟小孩似的。200块钱，少不少点啊，老爸？好逗啊！这我把钱都交给我妈。大早上媳妇给煮的面条，弄一杯奶啊。哎，这个奶是热的，我这是冰镇的。其实都喝热的面好。对，老妈。给您，给您热。谢谢您。谢什么呀，老妈？谢什么呀？不用谢。来了给你添麻烦。给儿女添麻烦。真是。妈哟，就妈老还不好意思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妈是。是不是当爹妈都这样？不是，不是，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就是妈的性格是属于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是，就是跟儿女也好就不添麻烦。然后就是说性格是不一样，给别人也是那意思，千万别给人添麻烦。是，哎，让哪儿？你上哪吃饭去了？嗯，在家也吃吧。他给你买那在家也吃，西米根儿。你上哪儿坐？嗯，上火了。上火了，嗯，吃几完了喝点温水，管事儿。嗯，你之前分享过，好多粉丝说吃的什么玩意儿，黑枣，黑枣上火的，啊，是是上黑枣，没那么大个儿，西梅干儿，嗯，多吃几，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洗的裤衩背心什么都装好了，说中午吃完饭马上跑。赶紧那个大部队归队了，赶紧回昌平。我都习惯自己的生活了。对对对对，幸好，那也幸好。不是天真，我在您身边，您就那什么是吧？幸福。哎，大头水哥，带着老爸老妈，今天是老妈的生日啊，带着俩孩子，媳妇儿跟大姐走着去了啊，因为这车呀不是七座的，不是那么多座位啊，坐不了，先把父母先送过去。我今天不喝酒，让大姐跟他们那个我老弟他们喝点酒，给老妈过个生日啊！出发。没多呀。对，就在那边。哎呦，走还挺快。妈哟！鸡呀！孙悟空！女王！不是，先唱。老妈生日快乐！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！祝您永远幸福。健康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老妈从来没过过生日啊，咱们就是聚一个会啊。就许完了，许完了，愿望挺短，应该好实现。来，快来，吹蜡烛，吹蜡烛，来，让爷爷给你一起吹。真好，真棒，快来，开切。对，切蛋糕吧。来了一个冰淇淋的蛋糕，冰凉的。老太太说还能吃点冰棍呢。哈哈哈哈，给你先整一块啊。哎呀，冰淇淋的有点不好切啊。哎呀，太棒了。外边是蛋糕，芯儿是那个冰淇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哪儿过生日是吧？我觉得我过生日，我妈我就给我买身衣服就过生日了。馒头就行了，是不是妈？吃点面条，知道吧？就吃点面条。我们这儿讲的是蒸馒头。是吗？嗯，早上吃面条，白天就得蒸点馒头。还有的地儿说煮鸡蛋，是吧？哎，光
过生日应该是吃面条。对啊，就吃面条。对，北京那边就吃面条。我们吃鸡蛋。是吧？你看，东北人吃鸡蛋。啊，吃鸡蛋哦。有说啊、哦，红鸡蛋什么？什么叫鸡蛋？就正常鸡蛋啊，正常鸡蛋啊。红鸡蛋。然后给你妈，给你妈，给你妈，不行，给你，我儿子你去了，你来切。对你来切吧，你来切。要不我切吧。没事没事，让他来吧。好嘞，一人一块，尝尝鲜儿，我们也接接瓜，上菜来上吧，来来来。来吃一个冰凉的，吃了上那个去火的。你也来一个了吗？行，把你餐盘打开。好嘞。过生日多了。过生日多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吃去。我说我不吃，他们非让我吃。这个吃点。你胖了不赖我。没事，来上。这些天我跟你说，陪他们老吃好吃。这您吃了吗？是了，这啥呢？是我谁水果呢？樱桃，不、嗯、黑樱桃，它应该就是那种樱桃罐头，知道吗？简单点几个菜啊，来一个拌芹菜苗，麻油拌啊，再来一个京酱肉丝，拌百叶来一个，炒菜花，夫妻肺片，再来一个炸小蘑菇。我老妈吃不了辣菜，再来点这个土豆炖牛肉。你奶吃点这个排骨。对，奶奶吃不了辣的，来点排骨。对对对，青木蛐的。好，真棒！没有，繁衍这么多了，带着一伙人了，给您带送祝福。妈，多吃点啊！对你俩负责，一边照顾一个爷爷奶，一边照顾。咱俩静一下吧。来来，老妈，把身体照顾好了啊！身体越来越棒啊！万事如意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啊！所有女生都愿意年轻和漂亮。对，哎，长寿面上来了。来，老妈，坐那吃。谢谢你。别客气。吃吧。有的人说那个为什么不带父母出去旅游玩啊什么的？因为那个老年啊，腿脚什么的呀，是吧？这不太方便，是吧？腿疼啊什么，走时间长了不舒适。或者说怕热，去趟早市还四脖子汗流，四脖子汗流怕累，然后呢就顺着父母是吧？所以我们就啊是吧？我有时候正诱骗他俩，经常说带着去海边啊，往往去远处啊，不去啊，那就是顺着父母吧，是吧？在家门口，在家里边说最自在最舒适了。好，来老妈，在家把身体照顾好了啊。好，我们那边你放心，不用管。啊，我们两口子把孩子照顾好行了啊，好，陪着父母过生日了啊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寿星说一句。